烹饪课学做菜，瑜伽课伸展身体。为了让孩子的假期过得充实，槟城慈济教育中心推出假期菜单。我们不是做到品德兼优，但是我们这个德哈、哦、都在这里可以好好的去修。他遇到挫折，他可以有智慧的去解决。双眼盯着手上的针线，认真穿针引线。平时几乎很少做女工的孩子们，这一下全都变成小小绣娘，尽全力完成自己的作品。本来看的时候很容易，但是做的时候就很难。一开始有老师教，但是最后我又忘记。你满意你的作品吗？满意，因为是我自己缝的。花道课学的不只是审美和创意，还有静思语的搭配，孩子也从中领悟孝顺的重要性。The master say, being a good son or daughter is about not making your parents worry. It's a good sentence. So now I come here to Suchi, so I take this. See, wow, it's a very nice. See the flower, then I think my mother and parents.针代表爸爸，伞代表妈妈。我拿这个碗感恩慈大善人还有天地万物。孩子们把握假期学习才艺与人文品格，懂得感恩与爱，未来学习之路也更无障碍。大新闻陈瑞文、冯瑞希，马来西亚报道。